个实验的问题，有两个问题。第一，用石头从下面把筷子往上敲，苹果会上升还是下降呢？当然是下降哦。告诉你们，第二个问题，是不是实验中只能用苹果呢？当然不是了，还能用梨子、黄瓜，各种各样的蔬菜都能用，各种各样的水果都能用。但是记住了，不能用香蕉和芒果，软的水果都不能用。今天我给大家做的实验叫弹珠滴滚球，实验材料有弹珠。我们先把弹珠扣在墙上，把它扣得稳稳的。留个弹珠把它给撞了。哎，实验成功了。为什么我撞击的是第一个球，为什么最后一个球跑走了呢？因为第一个球给第二个球能量，就给第三个球、第四个球、第五个球、最后一个球传不了了，就代表它就跑走了，就被撞走了，就代表